本期要解一个搞笑动漫无人直播项目《王者归来》，单日赚1000以上啊！保姆级的教程啊！沙雕动漫无人直播项目再次启动，这一次《王者归来》啊！大家看，以前是沙雕动漫在抖音上风靡一时，但是抖音当时是风控了啊，所以说是没有做了。现在这个项目又重新启动了，因为它与之前的短剧直播不同，这种沙雕动漫无人直播不仅适合男性观众，也适合女性观众啊。它的吸引力甚至超过了短剧啊！这个项目具有高度的互动性和打赏性啊，这个是无人直播啊，非常好的一个项目。课程包括这个项目的介绍、准备的工作、直播间的搭建、注意事项，还有沙雕动漫1000G的素材、定制版的 OBS 剪辑软件、美女录屏的素材、图像素材、直官方直播伴侣啊，全部都有提供啊，非常好啊！这是项目素材、收益图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收益图，包括这个收图的收益。698一份，这是礼物图，一天一场直播，一天800多块钱。这是还可以卖这个私域卖剧啊，也是可以的。如果需要本场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搞笑动漫，或者是搞笑动漫无人直播，就可以下载本场教程了。